字牛，感恩加烟，猜猜我是谁？山东大李逵，开个小玩笑。大娘，您别听他废话，我们就是想问一下，去演那歇歇怎么走？我也想问一下，杀过你们老李的门框还夹着碎核桃吗？我可听出来了，这句有点骂街了。你想拿门框子歇我？因为你问这问题在本质上有点寻字了。你问的地方在北京了，这是东京，奈着吗？是东京汴梁还是东京头壳哟？不是汴梁，是一只变不良那个字牛吧？完了，走下道了吧？看这意思，差老远了。我还想看看那布鲁塞尔古曼童呢。嘛玩意儿？就那尿尿小孩那雕像。来来呀，布鲁塞尔不在眼袋歇歇，尿尿那也不是古曼童，这俩一个在比利时，一个在泰国了。你横是晚上做嘛歇梦给记串了行了。啊，泰国呀，老四那儿呗。那怎么办呢？飞过去吗？我那连台保养去了。你让加百列拖我去吧，我早就想试试了。你让他团一口缓缓吧，咱不行就租个房子在这玩玩得了。那也行吧。自牛，感恩加烟，我们惦记上您房子了。上吧，我给您搬梯子。不是大娘，门口那不写着租了吗？我们研究呀，要是每年房租不超过220，我们先租50年的。嘛玩意儿不超过220，电压是吗？可烟说的是房租，那算乡下了。你们那可感恩的心，还租50年？我产权才70年，我送你们不完了吗？不合适，不合适。这样吧，我们先租1年，先给您2月房租，剩下10个月呢，我们预备先找您借点儿。不借钱？哎呀，我作兴您啊，这个理念没毛病，那算您欠我们的。您有了先给我们，我们再缴房租。你这是松紧带捆鸡蛋，你往这斜绕来了。我看着那么像缺爹的吗？二零缴不上房租，我还照找你们10个月的房钱呗？嘛意思？我再给你们写个借条多好呢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写不了，我没有纸没有笔。我有，我哥们一高兴，脑瓜就哗哗流血。咱站着斜衣服上，让他的干细胞在后面给您拖着。我眼神不好，看不见。我给您介绍个优秀的鲁菜厨子，专业研科20年，用高科技治疗仪器在后边给您拖着。那也不行，我手没劲儿，写不了。好办，微信电子签小借条，我哪个字儿给您打，让鹅藏在后面给您拖着。我没有手机。没事儿，我给您介绍个工作，穷途康，您挣钱买一个，让劳动果实在后面给您拖着。我哪么着，我这屎拉裤兜子里了，我非得让人给我拖着，拖着着吗？你们就非得逮着我这一只蛤蟆往外挤尿吗？我总共才见你们1回面，我凭嘛借你们钱？明白了，多见几次面嘛，简单。自牛。你看我这卡bug呢是吧？大娘呀，您帮帮我们，不会吃亏的。您就真不觉得我们面熟吗？往轮回生命这方面想想，往天堂地狱这方面想想，往救赎感动这方面想想。哎呀，这个天都要聊明了，还没看出来吗？你这么一说，我就知道了，里面是玩摇滚的，对吗？不对。